我吵醒你了，我也没睡着。知道谁在跟你作对吗？不知道，也没有空去想。 放心吧，只要能挺过明日，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，千刀万剐。你能挺过明天吗？天成亨、宝丰龙、正通银号都答应拆借了，但是。 银子要明日才能到位，只要一到位，我一定能挺过去。那就好。但是就怕夜长梦多呀。老爷，不管明天会怎么样，我都在。 都没好好想过福，倒是一直担惊受怕的。我对不起你，老爷，干嘛说那么生分的话？哼！如果真的能够挺过明日，我正要好好想想。 如此辛苦，如此卖命，值吗？我挣了这么多的银子，真抵得过我所付出的吗？老爷，银子没了没关系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再多的银子都不重要。 枉自我挣了这么多年的银子，到今天我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。回屋吧。